花莲县政府111年度全县寺庙参拜祈福，县长徐祯蔚12号在副县长严新章以及各局处首长的陪同下，特别来到了吉安乡花莲市各寺庙来参拜祈福，祈求上苍能够护佑地方平安，远离病痛。花莲县长徐祯蔚与县员李秋旺、吴东升、徐志芳以及县府各局处首长及地方师生遵循古礼参拜祈福，一行进献清香、鲜花、素果、棉帛等等，并以三跪十二叩首礼虔诚礼拜，祈愿花莲风调雨顺、和气平安、风雨不侵、五福民丰、百业兴旺。献请鲜花，献献请接金箔。22号参拜行程包括吉安乡慈林慈惠堂、慈惠石壁布堂、花莲市港天宫、延平王庙、地藏禅寺、升天宫、慈善寺、东园花莲慈圣宫、福安庙、城隍庙、慈天宫、代天宫、福天宫、福慈宫、圣修宫和护国宫16座宫庙。为了因应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疫情，参活的信众都配合量体温、喷酒精以及佩戴口罩，做好各项防疫措施。记者蒋一点向报道。